哎呦，我的小恩人呐、啊，你就别再跟那棺材较劲了，你赶紧想办法吧，要不然大火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咱们啊。吴邪，你想干嘛？吴邪，你想干嘛？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有活路了，有活路了！快，生路了，生路了！阿弥陀佛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小恩人呐、啊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呐、啊、去感谢那些耗子吧。你少拍马屁，先出去再说啊。好，哎呀，这回好了。哎呀，可以出去了。老杨，梁师爷，老杨，吴邪，老杨，吴邪，老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小恩人，你们在哪儿呢？那肯定是梁师爷，我去找他。我这么大岁数，你们可千万别把我甩下！啊！
你们在哪儿啊？老头子啊，一把年纪挺哀伤啊。哎呦，小文人呐，你没事吧？我可见到你们了，吓死我了！咱们这是到哪儿？咱们这是……你没受伤吧？没有。哎，我扶你。哎呦我去！这么大，难怪我们怎么挖也挖不到头啊！哎，借我用一下。哎，你没发现吗？哎，这棵树可是用青铜铸成的。哎呦，这真是鬼斧神工，神乎其技，天工造物啊！啊，这个。就是你们当初发现青铜树的真身。这么说的话，这棵树一直长到上面，也就是你跟老马发现的那棵。啊，这该不会是畲族人造的吧？不像，这么大的一棵铜树，过去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冶炼技术。那是谁造的？怎么会立在这儿？该不会是地狱里长出来的吧？胡说！哎，你想想，咱们是从黄泉进的地府，不是从地狱里长出来的，还能是从哪儿啊？啊！哎，你们赶快下来啊！这下面有开凿的痕迹，应该是那些畲族人。在建墓的时候啊，发现了这棵青铜树，但是不知道往下挖到底有多深呢。老杨，哎，老杨，发什么愣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我们应该要爬上去。真把自己当猴子了，快走吧。这棵树太邪性了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呐！这为什么是条死路呢？人家修好了墓，搬完了石头，可不就得封起来了吗？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个好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们在墓里用这个，你们是血外行啊！啊，割了大动脉那种，你们用啊。等我们到地上，你们再用，把你们全埋里边，我不管，好吧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来，去，把这砸开。凭什么指使我呀？这儿你最菜。李小姐，这地方有点邪呀，一进来就浑身冰凉。哎，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你看，又那么多青铜铃的。张起灵，
见过这种景象吗？安宁小姐，摔疼没有？哎，没天真在旁边就是不行。这应该是涉族人祭祀的场面。哼，这哪是祭祀啊？这整个一尸体博物馆，馆长在这儿。哎，这顶不错呀，这成色。不嫌沉，你搬走呗。这铃铛，这肯定值钱。哎哎哎，打住啊！这鼎你想搬走我没意见，你要是碰这铃铛，回头出现幻觉，你七大姑八大姨过来咬死你，信不信？这些铃铛和尸变王身上的如出一辙。后来三叔跟我说，这铃铛的年月在战国以前，具体的他也没说，但当时一个铃铛就差点要了好几条人命。可这里有几十个，万一想起来。哎，这祭司手中这宝盒，这肯定有宝物吧？嗯。胖爷也看见了，成成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祭祀奶奶这种东西啊，不是你这种人能碰的。哎，要碰也得让胖爷看看。哎呀，哎，别动。嗯，怎么了？什么都没有。你说了让我不动，你先动了。干了！
出来！居然敢跟我开枪！你给我出来！阿宁呢？交代，哎，小哥，刚才什么情况？你没出现幻觉啊？哎。你俩过来看呢，这上面还刻着东西呢。刻的什么？又是双生社。这是社族的图腾啊，为什么会刻在这里？可能是那些社族人以为这是神迹，所以在上面刻上图腾，表示膜拜吧。梁师爷，您见多识广。能看得出来这青铜树是什么时代的吗？可能是商周时代的东西。商周加起来就一千多年了。梁师爷，你这说跟没说一样啊。这东西得靠那个专门的仪器去检测，光凭肉眼哪能看得出来具体年代呢？啊，你们仔细看看。来看看这颜色，黑的，啊，黑色偏灰，可能是锡青铜、铅锡青铜和那个铅青铜中的一种。依我看呢，很可能就是西周左右的时间。大概有多大把握？哎，你这么较真儿可就没意思了啊！那大概五成吧。这说跟没说一样。哎，现在的古董大多是宋代之后的，唐代之前的本来就很少。梁师爷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西周的就已经很厉害了。哼，梁师爷，如果就按照西周算的话，按照过去的工艺水平，可以铸成这样的青铜树吗？哎呦，我的小文人呐，你这个问题。这更为难我了。哎，我只知道那个时候青铜器要先做陶范，就是那个陶制的模具。理论上讲，只要能做出陶范来，那就能够做出这么大的青铜树，要造多大的陶范啊？不可能。那可不一定了啊。哎，我给你上一课啊。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元年左右，历史上称作奇迹时代，很多不可能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建造出来的。比如说长城、金字塔、秦始皇陵、巴比塔。你要一定说造不出来这么大的青铜树，那也很难说。毕竟技术已经成熟了，
皇帝一声令下，下面的人埋头苦干，干他个十年八年的，这没准就造出来了。这又不是亩产几万斤，你上嘴皮碰下嘴皮就上卫星了。当年秦始皇收天下之兵才造了12斤，这么大的一棵青铜树可以造100斤人吧？而且这么多青铜哪来的？你说你这不是抬杠吗？说不定就是因为住了这棵青铜树，到了秦始皇那个时候，那铜就少了，就只能紧巴巴的造出那12个小金人。怎么了？ 你是专家，胡说八道，怎么说都对。哎，你啊，这都对。对了，之前李老板不是说这个墓有比秦始皇陵还要贵重的宝物吗？可是我们走了这么久的路，什么宝物都没有发现。这不是有那么大一棵青铜树吗？咱们又不是收破铜烂铁的，这么大一棵树有屁用？三星堆的青铜树那是国宝，知道吗？说的好像你能挖出去卖似的。挖出去怎么了？要真能挖出去，那可就值了大钱了。哦，那你挖呀，你挖呀，你挖出去卖啊。别吵了，我敢肯定李老板说的宝贝不是这个青铜树。哎，想不想找宝贝了？连墓主人的棺材都没找到，更别提随葬的宝贝了。只可惜李老板死得太突然了，要不然呢，他一定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。你们等等我啊。等等我。吴贤，你火把拿那么久，手不酸啊？来，兄弟我帮你。贴心吧。老杨，刚刚看到你跟梁师爷吵架振振有词，而且你在这个墓里待了这么久，一定早就知道青铜树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来吧。你告诉我，青铜树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梁师爷，这个人是跟你一起来的吗？我还真不认识。我们一共来的就是5个人，你都见过呀？哎，老杨，这人应该刚死不久，身体还软着，热乎的。难道还有人进来过吗？别管其他人了，先把他救下来吧。哎，其实在海底墓的时候吧，挺恨他的，后来也就没什么了。我主要是紧张一见着女孩，所以我就损他呀，下绊啊什么的。其实真没什么，但是现在好了，也没时间跟他解释。哎，现在咱们怎么着啊？啊？问你话呢，怎么着啊？这里有个入口。哎，我前面有个入口，你不说，你要是早说的话，能出现幻觉吗？小天真他媳妇能死吗？还有那蝈蝈也不能死。我刚想起来，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。那你还想起什么来了？
那下边还有什么？你想起什么没有？能给剧透一下吗？特别棒，棒棒哒！哎，老头，你怎么老叹气啊？虽然咱们不知道这个小兄弟来自何方，可他的目的跟咱们大概是一个样的吧？啊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儿了？你怎么也让我抒发一下兔死狐悲的感受吧？悲个屁啊！他要不死，咱们跟他打还是不打？你打吗？如果他还有同伴的话，那现在应该已经爬上树了。上树？为啥？刚才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们走了那么久的路，这里应该算是墓的深处了。但是我们除了青铜树，其他什么都没有见到。或许对于古代的畲族人来讲，青铜树也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神迹了，所以他们才会把图腾刻在铜树上。那你们再想一想，他们的首领会不会把他的陵墓放在他们认为与神最接近的地方呢？哎，你是说墓主人把他的棺椁放在这树上了？哎，宝贝都在树上，那咱们上树啊？上树？对。我这么大岁数，腿脚不灵便，你们可搀着我点儿。来，走。哎，等。来，把这个带上啊。什么意思？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通着高压电的金属块就行了。说实话，爷，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行吗？梁师爷，咱们走吧，走吧，搀着我点啊。哎，搀着我点儿。吴贤，你小心点，别碰到树枝。好。这可怎么往上爬呀？就我这身子骨，你下来！哎呦，这可要了命了！梁师爷，没事，梁师爷，我们先上去，然后拿绳子拉你。你们可别把我落下啊！要拉，早把你落下。你放心吧。哎，小恩人呢？当心！小心，你露在外面的皮肤，别碰到树。小心。慢一点啊！来，
你们快，快把那绳子，来，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。这小哥也不告诉我，这还有个坑。算到地儿了。这个地方我来过。想起来了，这是我习惯用的标记。我每下一个斗，都会留下这个标记。那你记得你什么时候来的吗？看这个标记，应该是去西山海底墓之前的事了。嗯。哎，我别的都不想让你记起来，你就帮我回忆回忆，这地方有没有胖爷的压堂货，有多少件，值不值得胖爷进去？畲族人的墓葬和中原人的墓葬不同，这里被改造过。这么精巧的机关，或许就是不言界的手笔。小心！这种爬法实在是太累了，咱们歇会儿吧，行吗？求求你们了！你怎么这么事儿啊？哎，老杨，歇会儿吧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太累了。我这里有吃的。这里有两个，来。哎呦，谢谢啊，给我吧。这位小哥，这一路上你都叮嘱我们，皮肤别接触这棵树，这到底什么缘由啊？不想死，就听我的。这位小哥。看起来你对这环境还挺熟悉的，可是据老朽所知，就连李老板那个禾木集里边也都没讲过这棵树啊。行，你有完没完？你嫌汗流的不够多，你拿口水往外喷呢？好，我不说了。吴姐，咱们这样可不行啊！你看，上面还有几百米，就这体力，咱们可能要在树上过夜了。哎呀，老杨，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们。没有啊。这里除了咱仨，还有下面死掉的，难不成
他的鬼魂在看着我们。别胡说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你可别胡思乱想。你要想象刚看完恐怖片，就觉得身边都是那些看不见的好兄弟。小恩人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你可别吓我。这树上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活物？哎呦，这叫你别瞎想。咱们发现这么大的青铜树，要是通知了政府，会不会用咱们的名字来命名啊？老养爬青铜树，你听说过王二麻子方顶、赵土根三角菇吗？是寒碜了点。不过给我点时间，我再想想有没有洋气点的名字。梁师爷，休息好了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快点啊！我不行，我有恐高症的。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唱，漂亮。是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回事？我想，好像有人上来了，会不会是你同伴啊？这不可能是，外面棺材镇的火一时半会儿灭不了，不可能是太叔他们。那你们说会是什么人呢？会不会是那具尸体的同伙？那就糟了，要是咱们起了冲突，这可不好应付啊！要不我先下去看看。你别冲动，万一他们有枪呢？我也有啊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现在敌暗我明，我们连他们多少人都不知道，千万不能莽撞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继续赶路，快点！赶快，走！小恩人，别着急，快点！别着急！小心！跟上。老头儿，你一身老骨头能上去吗？梁师爷，你别担心，还是按之前的办法，我们上去之后拉你。对了，如果在过程中遇到你同伴的话，那就还请你出面，我们双方合作总比冲突要好。你放心，合则两利啊，合则两利。你别耍小手段啊！放心，来，把手给我。走。下一站，习惯推背去挑战，磨合心里的蜕变，不惧黑暗，
狂乱，收割着生命的旅程狂欢。我们让生命不平凡，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，带着信仰去飞，有并肩作战。听耳边狂风在呼喊，命运之手紧握着勇敢，就让心火自燃，我不惧危险。生命不平凡，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，带着信仰去飞，要并肩作战。